干嘛？钱，救国捐啊！四爷，穷的叮当，像现在啊，真身无分文，囊中羞涩。羞涩？爹们，走，好好的搜搜。哎，好。弟兄们，别，反了嘛呀？这我跟你们四爷这都认识，这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王老头啊，嗯。你是不是又藏私货了？真没敢藏私货，你没有啊？没有，真是没有。我怕吃，好好帮忙看看。别，哎呀，慢点，我的锅边。哎，干么呀？这事儿呀？妈的，穷鬼！四爷，没骗你，啥都没有啊。啥都没有。干么呀？ 四爷，你干嘛？四爷呀！别动啊！别动！这，你死！四爷，你听我说。这是什么？这呀，这是俺把俺老王家。 在宁津剩下来的点儿最后的房产给卖了，他值了这点儿保命钱。这是俺的保命钱，四爷，发誓保命。王老头啊，王老头，藏钱不捐，这个事儿大。嗯，这样，你跟着俺回去，好好商量商量。不回去，这保命钱。兄弟们，走。 孩子，王老头，救国捐是为了保一方百姓平安的大事，捐和不捐，你自己看着办哈。 谢谢大老爷呀，谢谢张五爷。王老头啊，嗯，你说你还在这儿磨磨蹭蹭的干啥呀？俺老爷那个意思，你没听明白？ 俺老爷是大人有大量，饶你一次。那你这个钱到底是捐还是不捐呀？捐，咋能不捐呢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看看捐多少啊？咋还捐多少呢？你呀，就把你那一袋子钱。 都捐了，不就完了？俺那个娘哎，这是俺的保命，这咋唬啥呀？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把这些钱都留着，你是还得鼻子吗你？没有啊，你听俺说呀，俺本来啊就是想捐的，这就是晚了一会儿嘛。你还犟嘴什么你？你还犟嘴，你犟嘴，你还犟，你犟了呢？啊？ 老爷，就像这样的老头子，你要是不打他，以后所有人都得跟着他学，私藏救国捐呢。贾老爷呀，贾司令啊，你听俺说，俺有个想法。你想个屁！王老头，有啥想法？起来讲。 来，说。贾老爷呀，俺有个想法，俺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往后，俺跟着贾老爷，跟着贾司令干，参加你的民团，从今以后。
为你牵马追等，小犬马之劳，跟着你。就你，张老爷呀，你别看俺这身子骨，俺浑身都是劲儿啊！哎，三儿，你个老梆子，你是想骗吃骗喝吧你？没有啊，张老爷呀，你在替俺做主，还不滚！我拿枪崩了你啊！哎，我崩了你啊！见过收腿车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这是谁偷了嘞？这，哎呀，这。轻轻用刀背一颗冲天辛巴，再看冲天辛巴，啪叽，就好像狗吃屎一样，趴在了擂台之下。那位说了，这冲天辛巴也太不禁打了呀！混蛋！你认识梁永生？你谁呀？我就是冲天辛巴。哦，他就是那个不听打的冲天辛巴。哎，别乱动！你是不是要找梁永生？哎，梁永生，俺认识，俺带你去找梁永生啊。哟西，哟西，走。那是可以的，就是说呀，这个也不能白跑腿儿，不是？能不能给俩钱儿，小钱儿？什么人呢？就不要脸！给他。嘿。哟西，哟西，站住！你想干啥？你干啥？俺打死你个卖国求荣、认贼作父的东西！你给，你给你个骨头你就汪汪？你是狗啊你？啊！哎呦，哎呦，你还护他？俺连一块打！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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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的第三颗牙！俺给你摔呀摔骨，这可不怨俺。你是挡了俺的财路，所以啊就遭了报应了，哎，活该！你就是一个认钱不认人、好歹不分的东西！还嘴硬，还嘴硬！我告诉你，再嘴硬啊，牙都掉完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哎，不闹了，不闹了啊！走，找梁永生去。站住！哪儿来的日本调子，敢在这儿撒野？往日我弄的都是四条腿的野兽，今儿个我要收拾你们这些畜生！哎，各位乡亲，往后点，往后点啊！嘿，住手！来，没事，让让，让让。刀客，
就是那个在青岛设立的日本人，叫什么冲田新八。他呢？咋找到这儿来？来，让我教训教训你。身手还真不赖，就是啊，看这衣裳跟咱穿的都不一样，还真邪性啊！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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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俺是左地虎。兄弟俩从不杀无名之辈，跟他们说啥呀？上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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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乡亲父老啊，现在呢，咱们也知道这世道啊，等着比较混乱，所以说呢，那呀，是俺的几个朋友，俺找他们有点事情。笨笨待着，啊，你们都不用去了，都不去了，俺自己去都行了，啊，俺自己去。看见没有，那几位是俺的东洋朋友。有戏，有戏。的确是东洋人。王老头，啥事啊？刚才呀，你们欠俺的钱呢，俺把这个事儿啊给他们几个说了，他们很恼火呀。要过来找你们算账啊！是俺把他们给拦下了。谁抢你钱？啊？你是又想找揍吧你？他们想过来闹事啊？你让他们上来试试。这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啊！
王老头，俺知道你来啥意思啊！这是你的，你拿去。 这是俺的利息，这是俺的救国券，有戏。 说不上来，反正就一个鼻子两个眼呗。哦，俺记住了，你别管了，一会儿俺办了他。哎，那都是俺哥的手下败将，有啥能耐呀？都来靠嘴都能说死他。对呀，俺跟你们说，不用你们，俺一个人等着过来，一个人劈了他。快到了，别走了，你俺姐。 那几个字念啥呀？打败蒙古刀，脚踏两用神。哎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哼，就是，你也不看看这宁安寨是啥地上？俺办了他。你去。 你那个熊样，还穿个裙子，你是女的啊？八嘎！借梁有星出来，收拾你还用俺哥？你是什么人？俺是掌骨高手杨大红。那，你瞧不起俺？娘的，开刀！娘！ 这帮人要闹事儿啊！敲啥？人家不偷不抢，又不伤人。就是，这叫设擂，自愿上台，死伤自负，打不过人家，活该。把你们的高手招出来。俺就是高手啊！
你是什么高手？不是玉茹，俺是啥高手啊？啥都不知道。你是惹祸高手。哎，宁安寨惹祸高手黄二愣。 在前面了。小耳朵呀！耳朵！耳朵！行行行！行行行！哎，你咋还脱鞋？二愣。 你自己摔的啊！发生啥事了？哎，你打不过人家，走吧，俺打不过。拿着刀呢！哎，这走走走！别动！二愣，二愣，等会儿你把刀给俺，今天俺非办了他！ 二愣，爹，爹，你来了，爹。雨茹，二愣不识字，你也不识字，你没看见那写的是啥吗？爹，你看见那家伙没有？那个，就是在青岛让俺哥给打下擂台的冲田新八。别说，那个穿裙子的，俺今天俺非得办了他。二愣，你不是他对手。 别去自找欺辱了，都回家。谁也不许在这凑热闹。闷说，人家要打败俺哥，俺哥又不在宁安寨，那俺们几个兄弟不能看着呀。他们说啥是他们的事儿，永生不在寨子里，他们找不着永生自然会走。爹，说话不中。回家。哎呀，行行行。 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走了。老爷，查着了，查着了。说，他们去宁安寨了。日本人去宁安寨干啥？老爷，你猜猜。 那是啥人啊？闭门关子，说。是，老爷，带头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什么辛巴的那个，就是前阵子在青岛跟梁永生打擂的那个。他们是来寻仇来了，一进寨子就把杨大虎和黄二愣给干趴下了。梁永生在吗？没有啊，一直没露头啊。老爷，那个日本人在寨子里搭了个帐篷。 俺看着，梁永生不回来，他们是不会走了。好啊，辛巴这么快就回来寻仇，那是十拿九稳，他是有把握。看来这次梁永生这凶多吉少啊！好，那咱咋弄啊？等着。
俺前辈见笑了，请问大侠尊姓大名啊？俺不是个大侠，俺就是个居锅的。<笑>英雄不问出处，我的祖辈父辈也是土里刨食的。俺叫梁永生。梁永生，哎，永生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 你为什么要练刀啊？这个俺也说不好，主要是以前也没想过这个事儿。这套刀法呀，我还从没见过。前辈也练刀？<笑>我是个军人，使枪比使刀更熟练。永生，能陪我走走吗？ 其实你说出你叫梁永生，我就知道了。你就是那个在青岛打败日本人冲田新八的中国武术高手，猛虎刀梁永生。哎，前辈，你也听说过俺打擂那啥？永生啊，练刀呢，可以强健体魄，也可以护家防身。但是仅仅只是这一点，那就太小了。你的眼光还要更远一些。 不但看到青岛，还要看到济南、天津、北平、上海，看到全中国，只有这样，练刀才有意义。长官，俺问你一句，你是干啥的？你跟别人说话就是不一样。29军，你听说过吗？知道。 拿大刀砍鬼子的那个29军吗？<笑>你眼前这位长官就是29军宋军长。军长啊？<笑>怎么，不像？俺没见过那么大官，跟想的不一样。<笑> 那帮人在戏台子下面搭了个大帆布棚子扎下了，俺找人看了好几天，也没出啥乱子。看样子，一时半会儿他们是不走了。这有点好像不合规矩啊。这帮人一不闹事儿，二不扰民，对小娃子也还挺和善。俺找人问了，日本人说。 他们是找永生比刀，只要永生答应比刀，不管谁输谁赢啊，
比完刀，他们马上就走。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李叔，你干啥去？俺找二愣他们说说话，排解排解。雷先生，那日本人他要是真闹事儿就好了，俺是保长，该报官报官，该召集村民召集村民。可他们一不闹事儿。 二也不说个硬话，俺真不知道该咋办了。不闹事，就别管他们。爱住多久住多久吧。你，我二姐在路上，燕爸爸。 盼望着二哥你回来吧，二哥你只要能回家呀，你心烦嘛呀，那个心烦嘛呀，行。哈哈哈哈哈！谁呀？王老头啊，你来了，俺来了，我下去迎。哎，别！ 你坐着，你不用动，俺问你个事儿啊。哎呀，王老头啊，你看你这个小日子过得真滋儿啊！谁呀？啊，来，给你敬上一杯小酒喝。小酒喝呀！哎，小酒喝。哎呀，吃个小肉。王老头啊，弟兄们都喝够了。俺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，你那个东洋的朋友呢？没有。 没有，嗯，没有，咋没有呢？俺都看见了，怎么能没有呢？哟，真没有开玩笑吗？哪里有啊？你把他叫过来看看。不是，别动，个老梆子！哎，给我下来！下来！四爷，钱俺都给你准备好了，知道你要来，连那两块大洋也都给你放进去了。四爷，你收下呀！哎，四爷，饶命！ 个老东西！俺跟你说，以后别让俺看见你。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四爷，你放心，以后啊，俺饶了你，走行不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弟兄们，给他好好送送果。哎，送去。是。不干了，弟兄，不干了。 冲天新马找上门来了。是啊，哥，大胡二愣不服，上去跟他打，没两下就被打下台了。哎，人伤的不轻啊。伤哪儿了？大胡二愣年轻倒还好，只是门叔，门叔也被日本人打了。那倒没有，可门叔气得不轻，那个脸黑得像锅底，成天门都不出，哥。 你都不知道村子里都成啥了，大伙出村都得绕着那个戏台子走，村里的小孩见到那几个日本人都哇哇大哭啊。牛生，你赶紧出来一下。牛生，你真要回宁安寨？俺再不回去，那寨子里的人该咋看啊？可出门时门叔都说了，没有他的话，你不能回去。 那会儿是那会儿，现在是现在。没听狗蛋说，门叔现在连门都出不去了。俺有点担心他的身体。你咋不担心你自个儿身体？你现在伤还没好利索呢。俺好了，没事了。俺不回去。咋了？俺不愿意回去。俺不想看到你那妹子。俺说你怎么那么小气？
你说，咱哥能回来吗？这就得看狗蛋的了。哎啊，狗蛋这孩子很能说，能把那老母猪都说成大闺女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哎，玉茹更爱说了，说咱哥走的时候梅先生有交代，说没有他的亲笔信，不许哥回来。到了，大伙了，哥回来了！大伙了，哥回来了！永生哥回来了！打着！在哪儿？戏台，连村都没进，直接上戏台了。走。走。你终于出现了，梁永生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刀谱在不在你手里？在俺这儿，咋了？很好，那我们赌注照旧。要是我赢了你，新民之流的刀谱还我，你的刀谱也要一并送给我。你得有这个本事。我敢来，就敢赢你。开始吧。等等，俺有个事儿得先问问你。请讲。你这次是从青岛来的？是。俺师叔王生和，还有师兄贾辅仁他们，后来怎么样？冲田，你们日本人能干出啥事儿来？你应该最清楚。其他人，我不清楚。王先生他已经玉碎了。那这人是你杀的？据我所知是石黑下作奉军部的命令做的，与我并无关联。我中田信吧只是一个刀口，他们军部的事我不关心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永生哥，小心点。不好！咋了，爹？你哥这刀接得很吃力，要么是冲田星八功力有了大长进，要么是你哥旅途劳顿，体力不支。哥，小心啊！哥，没事吧？好！
别别别